应习近平主席邀请，波兰总统杜达于6月22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访问期间，习近平主席同杜达总统举行了会谈，李强总理、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会见。杜达总统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，并致辞，还赴上海参访。今年是中国和波兰建交75周年。两国元首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国关系75年的发展历程，并为下阶段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引领。习近平主席表示，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、互利合作、交流互鉴的中波友谊内核，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，大力推动两国文化、青年、学术等领域的交流。杜达总统高度评价双边关系发展及各领域合作，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，表示波兰方面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希望同中方拓展互利合作，密切多边沟通协调，愿意为推动欧中关系的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，并继续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的合作。会谈后，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、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，双方还共同发表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3年行动计划，一致确认优先开展经贸投资、互联互通、科技和绿色发展、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。中国和波兰传统友好，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，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，互利合作成果丰硕，此次访问深化了政治互信，丰富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，促进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和中欧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。下阶段中方愿意同波兰方面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，秉持建交初心，更续传统友好，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高水平发展。